不？还记得上次和宋左出去春游赏花吗？嗯，算记得吧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还挺活泼，挺闹的。为什么嘉宾觉得垮掉了呢？嘉宾觉得垮掉了，什么意思？相见恨晚。感觉我一个人去的。他们之前跟我说他可能话有点少，我说了好多话，他还是不理我。没有，是我见过话最多的人。你家里的人没有嫌你烦吗？嫌你烦吗？烦吗？王一博。那我就本来话少啊，然后他话又那么多，可能就会那么觉得吧。那你喜欢跟他出去玩吗？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，会更好吧？可能。这一次你又要去赏花了，但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怎么办？你们不是人吗？他就是天儿聊的，他每次说完话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。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我心脏一旁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好久不见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变化，你啊，嗯，头发，不对，啊，耳钉，也不对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口红，好看吗？嗯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不应该是很好看吗？哦，很好看。那我问你，我好看，他好看？你为什么要犹豫啊？没犹豫啊。你犹豫了？你好看啊。你刚犹豫好几秒。有吗？有，我都不信了。小童，生气了？你最好看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
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药不能停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彤彤，生日快乐。你怎么知道？百度啊。许个愿。先别睁眼啊。可以睁眼了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。